丁长廷，你好，祝贺你获得本届世锦赛的第十六名，比上届世锦赛已经前进了三名。你对今天的成绩满意吗？不太满意，因为离成跑的时间整体不是特别好，跑的离自己的计划差太多了。你觉得今天自己发挥怎么样呢？前面就是正常按就是计划的外教的计划急奏来走的，但后程可能是因为自己一个人跑吧，就是可能相对会比较难一些急奏，所以说后面可能就是不太均匀，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想追第一集团，但是后面自己跑的话节奏就会有一点，就是不像团队一块儿跑的话就会要好一些，一个人跑有一点难。好的，谢谢你，祝贺你，谢谢。